大家好，我是宝妹，欢迎咱所有在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赶快是阿爸老师甲宝妹伫只为你服务主持。住宅方面的代志，这部方面无清楚、无了解，0338601633806001。好，欢迎咱收机边的乡亲多加利用。明仔呢，咱透早四点至六点，上午呢八点至十点，这是咱网络上重播时间。收机边的你，若是有任何疑问，会当讲吼，用这两个时段阁收听一下。接着来看吼，其他听友的问题，阁来看吼，咱张友兰，张友兰问老师的是有关以前的这青龙辣椒、青龙哦、香姜啊，这个辣椒呢，伊的叶片会卷起来，这到底是什么款的病？这个看起来还阁还好哈，伊这卷起来是因为你有定点，有一点一点，然后啊，真侪这个点呢是拢集中伫这个较叶缘的这个较叶脉的一个这个边啊吼，这个所在吼，所以呢。以这种呢，这最主要吼，最主要呢，这可能是因为这个慢类吼，红蜘蛛这类的一个这危害啦吼，所以话讲青蜘蛛、白蜘蛛啊，因伫细只的时阵，有当时啊无啥共款吼，但是其实都伊有一个季节都是红的吼，所以啊，不啊拢无啥会晓分吼，比如讲伫这个叶啊一个这部分吼，啊包括一个这茶细螨吼。那么这个细螨类通常比较新尾吼，所以你这新叶扭曲变形吼，这甚至呢有规个拢咧黄甘黄甘吼，这款呢这你一定爱稍来注意者吼。这一般来讲呢应该是含这个螨类，啊那无就是这个伫较下骹向吼，多数是这个神泽式叶螨吼，但是这个无一定啦吼，这是一个大致上吼，因为今年呢你会发现讲伫叶啊管顶老叶、新叶、老叶，伊通常是较袂遐明显翘起来，但是伊若是有螨类危害的时阵，伊就会安尼臭微烧、臭微烧吼，这个黄白、黄白这种的一个黄黄白白这种的这斑点吼，所以呢，这应该是这款的这情形啦吼，所以呢，你一定要稍来个这注意到。啊，这若是这个螨类吼、红蜘蛛吼，这也是细螨吼、细螨吼，这种的你若控制有好势，伊这新买出来伊就。伊就正常啊，吼，所以呢，比如讲像这个神泽式叶螨吼，伊这细只时阵，伊是有当时啊是这个白白吼，较细只迄个时阵幼螨吼，啊，伊通常是有四个阶段吼，伊一个卵，啊，过来就是幼螨，佫是一个叫做弱螨，特别大只吼，然后到这个成螨，伊总共是这个一生有四种的这个形态。那么这个弱螨这个时阵的时阵吼，伊通常迄、那个颜色都是有一点白白的吼，所以真侪人会讲，这哪从是有一个，伊叫做白蜘蛛，啊，实际上你看到是细只，小时候吼，伊即马较大只起来，伊就变作有当时啊是红红，有当时啊是这个绿色，啊慢慢变砖红色，啊你若看到是绿色的时阵，你就讲伊青蜘蛛。啊，实际上，伊为这个白色啊，变有一点啊透明，变有一点啊，这个黄绿色，绿色啊，较大，佮较深色了变红色的。你伫无同款的这阶段看到，伊个色水是无同款吼，所以呢，到底讲伊是白蜘蛛、青蜘蛛吼，但是佮到尾也拢变作红蜘蛛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难去分别吼。咱男是足专业的吼，那是讲用这个。放大镜要看到的已经是足够的啊，吼。那么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道理，吼。所以呢，只要你稍做一下了解到，吼，这基本上是这样这个部分呢，爱当互你稍做一下参考，吼。那么基本上是这款的这道理，吼。所以呢，你得爱注意，吼，这方面的这个防治，吼。那么伫辣椒的这个用药内底，吼，咱其实。以这种红蜘蛛吼，这种螨类吼，红蜘蛛这类的一个这用药呢，相当的一个这个有限啦吼。就是讲，咱讲的有限，不是讲无药啊通用吼，其实也是有很多药可以去用。但是呢，简单来讲就是讲，伊真大的一个这个问题吼，出现伫什么所在呢？出现伫咱很难吼。那么有真侪这种的一个比如讲。最简单啦吼，就是讲，伊个抗药性吼，这
啊，互咱真歹去面对吼、哦，所以即、这个目前呢，都有即款呢，即个困难吼、哦，所以呢，啊、有当时啊，咱咧用药的时阵吼、哦，就比较有一点麻烦哈、哦。啊，你所以你也感觉讲，改成拢无啥好吼、哦、啊。事实上呢，啊，那是讲会动吼，你、哦、就尽量吼、哦，尽量伫这方面呢，啊，你咧用药的时阵吼，爱、哦、当轮流吼，这、哦、几种物件。那么无论安怎轮啦吼，迄、哦那个时间的将啊，比如讲你即摆较严重。啊，你随解即个转落了呢，那么可能呢，先会当伫较短一个即个期间内底，搁甲转一遍。吼、哦，就可就讲、是、迄个时间卖解浪伤久，吼、哦，你先转啊三天，搁甲转一遍。哦，啊，即摆来看卖啊，者看有控制点，心脉搁顶出来，那正常正常啊，有较正常啊，你就搁五天搁解转一遍。哦，啊，连续上起码爱三遍。哦，啊，即、這个时间呢，你解控制好，就讲。啊，餐餐你一定爱改二一遍哦，足得足大哦，因为今年这物件真歹转啦吼，这你无啥物啊，较好的这药啊呢，通互你去啊，通互你去用吼，讲、哦、呢啊，一定得偌好用偌好用，不会吼、哦，没有什么太有效的一个这个啊，这种的一个这用药吼、哦，这是咱目前呢啊，伫这个有呢。可能要稍注意一下吼，稍注意一下这个重点吼。那么就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这个要点吼，就是讲啊，你用这药的时阵吼，水量一定要多吼。比如讲，即马真严重啊，我药啊加较重，这个是错的啊。啊，你药啊加重呢，无啥效啦吼。就讲你个加较重，有诶讲有，啊，迄效果真有限吼。上好的一个这个方式呢。啊，最好的这个方式吼，上好的解决方式呢，啊，应该是讲你爱把这个水量吼，爱、把这个水量呢，啊，去把伊这个加重吼，爱、把水量加重吼，啊，这水量加重呢，啊，就讲、是、我转较侪水嘞吼，转较淡嘞吼，啊，伊这种的一个这个啊，这个散布性呢，就较好吼、啊，这通常是。啊，只有靠这种的解决方式呢，啊，咱伫这方面吼、啊，这个。啊，保护的这效果呢，就当对讲啊，这治疗性各方面呢，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吼、哦。所以这底下当我咱好朋友呢，啊，小做者这个参考吼、哦。这有当时啊，你那是无啊，无真认真去改伊这个处理吼、哦。这一段时间过伊就是安尼吼。所以你慢，啊，你就爱啊，固定就爱一段时间慢较冷，啊，你就爱转一遍药啊吼。啊，今年呢，这底这个小满吼、哦，这种。啊，茶细蛮呐，吼，二点叶蛮呐，吼，那么神泽四叶蛮，吼、哦，就大概在内呢，啊，拢有一定的解决难度，吼、哦，都有一定的难度，吼、哦，那么这底下当我男好朋友，吼、哦，小做解决参考，吼、哦，那么大概的这个管理上，啊，你一定要小心，吼、哦，那么用药就是水，哈、哦，水呢要稍微多一点点，吼、哦，无其他啊较好的解决方式，哈、哦，嗯。好，来63386016338601，老师再来看一下哈、哦，这个听友阿颖，阿颖伊要甲你请教的是有关呢，伊感冒病的血管呢，到底是得什么病？血管后边吼，就是讲伊的叶背呢，先变作那亲像有紫斑的迄种，一块一块吼、哦，紫斑色安尼一种块状，然后呢，佮转来到下骹面。右边呢，个开始吼，甚至转回来正面页面呢，就开始慢慢枯干，个会打起，嘿，这原因。来，这个首先吼，你一定爱小做一下调整，然后就是讲啊，伫这个眼底这种啊、通风吼、哦，通风的这部分呢，你一定爱改做好势吼、哦。那么安怎讲叫做通风改做好势呢？就是讲啊，真侪这个病害吼，拢是因为咱。即、这个精力上吼，啊无通啊，即、这个变讲伤过头白啦吼，啊生了伤过头白，生了伤过头血，即款的这问题伫咧，那么即可能就较容易呢啊，即款的问题来改即三星吼、啊，那么所以通常是必须要呢，爱少来改即个注意着吼、啊，那么真侪即个病害的即发生呢，其实。啊，真侪啦吼，大部分呢，大多数吼，大多数呢，啊，拢是安怎来吼？大多数呢，啊，一个，伊也拢会有一种，对，通风不良，啊，通风不良呢，伊即马，是，那是佮加上伫这温室内底吼，那么佮加上伫这温室内底呢，啊，伊就开始呢，啊，就开始有一个，即个慢慢，啊，就。
啊，有一个这样的吼，所以一般啦吼，一般咱真侪这样病害，那么特别呢啊，咧发生的时阵吼，真侪呢啊，拢会为这种吼、啊，那么咱所看得到吼、啊，比较能够去看得到的呢啊，拢是这个通风不良吼、啊，通风不良呢啊，在来改这发生吼、啊，那么通风不良有当时有啥咪啊，一寡包括一寡病毒嘛是同款吼，因为。啊，这个病毒吼、哦，也去有一个物件通好避吼，即、哦、这个昆虫吼、哦，咱像病毒呢啊，蚁叶粉丝吼，还是讲有呢，伊就真容易靠这个来改伊这个啊，这个传染吼、哦，这种呢，咱可能呢啊，真济吼、哦、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哦。那么，伫咱这个都只听众朋友所描述吼，所讲到这种的这竞争啦吼，这目前来看起来呢，那么首先就是讲有个人会去讲，是不是爱改伊啊？是不是有啥物款呢？因为那是病毒吼，咱就真歹去改伊吼啊，很难呢去再做任何的一个有一个较好的一个防治吧。比如讲我用药啊啦，创啥大概就啊就很难吼，但是呢啊，伊通常吼通常。那算讲有一种的一个病毒哦，伊血啊呢叶脉的一个，伊会先血后边面也变淡紫色，变白，爱灰鸟灰鸟哦。啊，这种情形呢，这通常是一个啊，这种黄化吼、哦，这种这个病毒吼、哦，黄化卷叶病毒的一个啊，这个初期的竞争，但是你这不是啊吼、哦，这通常你这是啊，因为你这应该是伊有一个这个病害啊，然后伫这个叶缘呢吼、哦，就变有一点啊。哦，哎，有一点啊，这个有呢，啊，开始有一点啊，这种这个紫色哈、哦，那么甚至呢有一点啊，这个灰褐色哈、哦，啊，为叶啊，这个这尖呢，啊，叶尖的这个叶啊尖的这所在开始哈、哦，那么这种情形呢，很像什么呢？很像这种这个灰霉病哈、哦，所以你这可能爱，稍微给他注意一下哈、哦，这真济哈，那么因为因为伫上下骹这张这个啊，这种这个叶子吼，也有一点啊呢，叶瓣有一点啊尖尖吼，这通常有一个 V 字形的一个啊，这种的这斑点吼，这咱真侪会去啊比较注意，是不是为这个灰霉病的这个方面的来做这个防治。所以首先啊，唔是讲先转药啊啦吼，就是讲你先。啊，先甲伊即个整理理个吼，即伤即血啊呢，伤过头白吼。那么是不是先甲伊整理要好势啊？整理要好势了吼，先甲伊处理要好。那么甲伊许吼，先稍微给他有一点点人工处理要好势，然后另外看人工啊，别转药做回来甲伊即个来转药啊吼，即通常是啊，咱会当安尼来甲伊即做即处理吼。那么你起来呢，都话都改控制掉嘞哈，所以我个人的判断哈、哦，这个没有很有把握，但是呢，看起来应该是跟灰霉哈、哦、这一类这个病害，那么有一点啊这个关系啦哈、哦，所以呢，你一定会讲，那无看灰霉，唔是有一个啊，这个患上吸烟魔一种哈、哦，这是不是较容易呢？啊，有一种的这个竞争安尼哈，那么是不是真有可能会安尼哈？那么诶，有这款呢，这很凶啦吼，所以啊，也不见得啦吼。但是就是讲，因为你爱小知影者，就是讲啊，这种诶一个症状吼，因为有个人会跟你讲啊，迄缺磷吼，因为迄紫色吼，看到紫色呢，就会讲到缺磷。但是那是这个紫色缺磷吼，这种的条件通常是伊伫较下骹的这情形吼。那么比较下位叶吼，通常拢靠这款的一个现象，但是它不容易黄吼、哦。啊，你遐已经有诶，遐唔是红吼，伊、哦、已经是紫色啊，边啊都已经臭大吼、哦，所以呢啊，这可能爱稍来改者注意着吼、哦。所以这一般来讲呢，啊，以目前这种的一个竞争呢，啊，通常会稍微给他判断一下吼、哦，这是不是？啊，含这个灰霉病吼、哦，有一点啊，这个关系啦吼、哦。那么一般来讲，咱伫这个防治当中吼、哦，就讲、是、这一类真菌性的这个病害吼、哦，伊无好，伊那是灰霉病吼、哦，通常是进前吼、哦，进前这个就会比较容易吼、哦。
安怎讲？进前伫低温潮湿的时阵，伊会传染。啊，但是伊即马那是其中一个条件，吼，比如讲低温消失啊，还是讲这个湿度消失啦，伊就传染的能力伊就降低，就不得无啥会传染，吼，无啥会传染。啊，无啥会传染来讲，吼，这个部分就变作呢。伊的比较不容易传染，但是这个病已经伫这个脏顶，所以然后通风也无好，湿度也高，伊赶快的起来，只是讲伊的传染能力也较低安尼尔。吼、哦、啊，所以你少用一下这药啊呢，少做一下这处理吼、哦，这应该是伫这方面呢还可以吼、哦，还可以呢把它给处理掉哈、哦。那么伊那是进前的，那是高温。低温潮湿，伊就足歹，你就足歹处理吼、哦。你那是低温个湿吼，伊、哦、个一个传染的速度就足紧嘞，啊，你就足歹去处理吼、哦。啊，但是呢，即马因为伊温度无遐尼低，啊，湿度呐无遐尼悬，伊就较好转药啊吼。即、哦、通常是有即款嘞一个情形吼、哦，所以你可能爱先修身吼、哦，先甲即、這个。该加的药啊，吼，下位也该处理掉的，就先该这处理你的吼，然后处理好，对后边呢，随来转药啊，吼，那么安尼起来呢，这个真紧吼，真紧呢，那么这个药呢，就会当该控制掉嘞，吼，这大概是这道理吼，啊，这用药的这部分呢，倒唔是讲特别的难呐，吼，就讲一般咱咧用这种药啊时阵呢，吼，就也不是特别的难吼。那么真济吼，就是讲有人讲灰霉病啊，无药啊，通个不会什么没有药可以用啦吼。就讲简单来讲吼，你安怎去面对这种的一个病害吼？就讲可能无一定有一支药啊是登记的这个灰霉啊是虾米款吼，所以呢你着伫这种呢咧用药啊呢就不见得吼，但是呢比如讲像依普酮啊、扑灭灵做预防吼。即、这个药呢，派美尼吼，即、哦这个、佛沙克敏吼、哦，所以真侪人可能见面就叫你用这支药啊吼，大概呢，你若是用佛沙克敏上好写，当加一个保利霉素，即大概这两支药啊，改即个混合吼，是赛普富泰宁吼、哦，那么这种呢，拢会当真紧啊，就改即个对调嘞吼，所以这是伫只会当互咱好朋友呢，小知影到的一个所在吼，即、这个部分来讲呢，伫只会当。咱听众朋友稍做一下参考吼，这基本上是安尼一个道理哈。那么目前呢，就是讲伫用药呢，可能真侪人哈有无同款的一个使用啦吼，但是就是讲倒不是喷药不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想要建立爱先甲这药啊先修修整整的吼，先甲伊。整理要好势吼，甲伊一寡即个药啊，甚至有当时有一寡得病即个药啊，先甲伤过头摆的所在，先甲伊加先甲伊即个处理你的吼、哦。那么这个呢，好像伫即个所在呢，就比较看起来吼，得、哦、较容易吼、哦，较容易呢来甲伊许呢，就比较容易去看到吼，即、哦、款呢一个较容易来甲伊即个处理掉安尼吼。那么你讲伫横林看到，较先知识伫初林看，改先即、这个晚疫病吼，即、哦这个、晚疫病伫目前这段时间吼，即、哦这个、今年呢，即、这个、不太，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啦吼、哦，就是讲伊啊晚疫病呢，通常伫迄个叶柄诶即个所在也较容易吼、哦，就是讲伊伫即个番茄即、这个晚疫病来讲吼，即、哦。这个多数吼，多数拢会先去看，你注意甲看吼，那一开始诶，即个叶啊吼，咱有当时啊是一种即个它有一个一点一点吼，伊迄个绿褐色诶啦吼，就讲也是有可能吼，即种褐色诶即个定点吼，含你即看起来，你即是有一规片吼。那么伊即叶啊后壁面较无共款吼，所以即通常是为即个所在，因为你那是。晚疫病来讲吼，伊通常是叶啊，即后边啊面吼，伊是会看到有一点啊，即个丁点这种吼，这种的一个药呢，较容易有看到这款啊，伫肌骨内所在了乌吼，所以呢叫做乌骨吼，叫做乌骨吼，即通常是
是这款的一个这个道理哈。所以这伫遮，互你小做一个参考哈，这大概是。那么你也是伊拄则讲的遐药啊呢？啊，这含药是无啥，对讲含这顽疾病啊，其实也都可以共用哈。所以这无啥物款的一个药哈，所以你不用担心。但是判断上，我个人是比较不认为是顽疾病哈。这但是你用的药啊，也不会对顽疾病也是有效的哈。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其实这款的这情形吼，你去看卖啊者吼。那么灰霉呢，伊较歹治的这原因，就是因为低温潮湿，伊就容易去传染。但是传染了吼，有当下伊的症状会消失但是伊这个得去调治环境内底，只要湿度哪个管起来，伊得个压起来；湿度管，伊得个压起来吼。所以为什么不一直跟你强调，叫你得一定爱。先去加药啊，因为你通风也无好吼，你转药啊嘛无啥好，伊嘛是搁夹起来，因为伊迄个孢子就是，伊这半腐生菌吼，所以有当时啊也去寄生伫种即、這个环境内底吼，所以呢基本上是有这款的这情形啦吼。那么为什么也去判断讲是即、這个？我个人为什么一直去讲比较接近它是即个灰霉病吼？这個、原因是因为你得病药啊。这种后边吼，这一种呢，这个这款呢，一个灰褐色的这个病斑吼、哦，那么然后伫这个变黄去正面这黄黑的这所在，你注意甲看，伊这伫叶啊，迄个所在呢都那无介严重，当然规叶都讲要拢黄了去啊。那都开始咧叫，拢是伫叶啊，尖尾迄只遐有一个臭大，然后有一个小块黄岩吼。哦往下扩散入去，这款的这竞争安尼吼，那么这是为这个所在来个这个判断吼，这对暗对唔知影啦吼，但是就是讲，这是阮咧看这个灰霉病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这种判断的这个效果，所以你用药呢，要注意一下塞普夫泰宁，还是用这个这个佛沙克敏吼，然后。一旦甲加一支保利保利霉素吼，这样咧起来呢，应该伫防治上大概就可以非常的这个稳定。但是唔是先转药啊啦吼，就是讲你先一定爱先个，即个要先整理要好势吼，下下要该因为有诶咧红啊吼，该加药诶所在老药该清理掉诶先该整理你诶吼。那么即后边呢，较来探讨即个整理了，你对后边属于转药啊吼。那么伊通常即个效果呢，因为即马即种天气唔是讲足湿的，除非你伫山顶，我都唔敢讲吼，因为唔知讲你伫对一只吼。那你啊总讲伫即个平地吼，即种天气无讲真湿伊即个传染的速度未讲足紧的吼，所以颠倒是因为咱即个环境吼，即叶啊伤暗沙啊，拢无整理伊吸掉咧，那么伊造成即、這个。微小的吼，一个微小气候，迄、那个所在呢，就变作真湿。伊所在真湿，伊去遐遐就去传染的，做大。所以你若该真正的会通风较好药啊少喷者，无一定得爱。拄只不啊，甲你讲的用遐好的药啊啦吼，但是呢基本上来讲呢，即药啊呢，你若是少做者处理伊真紧嘛会当甲伊退掉咧吼，而且伊这。效果应该是还可以但是你若无甲加，你若是一直咧纠结要用，赶紧要用药啊，创啥吼？但是你拢无去甲考虑到无去考虑到伊的一个即个环境吼，你干那用药吼，这当然是有效啦吼，但是伊念咪得过来，念咪得过来，所以你会感觉讲，转这药啊，遮贵啊，无啥效吼。实际上已经是低调咧，低调，但是你无可能甲所有嘅病菌咧完全拢甲杀死，咱一定。在这个管理上，就是病害防治的这三角，这最重要的这个要点，你一定要先去建立。第一就是讲，有这个寄主，有这个有这个环境吼，有这个病原菌吼，这三项拢爱同时的这个存在而且存在了真拄好，伊这个病的就容易来甲伊发生所以这环境吼，因为讲。自主，咱无可能甲敲掉嘛，对不？你若敲掉，伊就无病啊。但是咱敲掉，咱要收成，所以这个寄主，这咱无法度去改变。但是呢，
啊，这个建筑伊即内底有一个环境，我卖有一个所在，吼，这个环境呢，我甲用好势吼，互伊通风，互伊湿度卖遐尼悬，啊，你环境你着甲拍断一支过去啊，所以伊着较无一个发病，一个即个环境，然后咱个转药啊，互即个病原菌降低，所以伫即三卡内底两卡，互你讲一下，差不多拢已经无可能完全是消灭掉，但是这两方面已经拢大量的解决减少。啊，那是安尼，是不是就足容易呢？啊，把这个病就解控制掉嘞，吼，啊，伊就这个病就未遐严重，吼，啊，就啊，会当互咱解控制掉，好，所以这通常是安尼，吼，所以这当互你小做者这个参考，吼，啊，拄则讲到吼，这药啊，吼，这药啊呢，比如讲塞浦雾泰宁，比如讲佛沙克敏，吼，啊，甚至这个扑灭灵、伊普酮，这个大概也这安全采收期拢是六七天呢，吼。用六七天，所以这拢是真这个真低毒吼，所以咧用的时阵啊，其实还蛮容易操作的吼，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看法吼，啊，提供给你的管理上啊，小做一些参考，看你啊，这个唔知对唔对啦吼，即个反正咧，伫这个病害的这个啊管理上咧，大家对这种病的这个认知是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该讲啊，这种就是这个。啊，这个夜霉病啊，夜斑病啊，吼，血啊有斑点吼，所以呢，这通常夜斑病哈，啊，但是你个进一步观察看卖者，但不管是啥物款，这上重要就是讲啊，伫这个环境上，这物件吼，你一定爱甲伊啊整理又好势，所以真济这个啊管理吼，咱伫横林做了真好诶人，你注意甲看吼，啊，比如讲，哎，你这。感觉比如讲无啥物病，还你抓啥物药啊？吼，你赶快用遐药啊，倒来抓无一定有伊个效果吼。啊，你抓个时间，你控制这个环境是毋是控制好势吼？这都足重要。哦，所以管理哦，就是讲咱啊，伫这种整体修正、伫这个环境的这维持等等吼，啊，这拢是一个真重要这所在吼，这提供给咱注意听众朋友吼，少做些参考吼。来6338601 6338601，这是现场的电话，欢迎咱乡亲呢多多来利用。你若住宅使用上这部方面，咱无清楚、无了解代志，就是拜一到拜五暗头至两点钟哦。欢迎咱好朋友吼，会当卡咱可以转线。来继续吼，搁看其他听友的问题。廖一婷伊要请教老师的是有关以前的这花圃啊，规丛的叶啊呢，拢黄去。可能是什么款的情形？是欠微量元素，还是讲有吼这个、病毒病的问题？包括伊感觉讲吼，新叶啊生出来拢是正常呢，但是老叶这几天呢，就是规撮黄去。所以老师，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那是位于这个老叶吼所发生的一个这个问题哈。啊，来个看起来，伊个黄黄啊，一角一角，然后伊黄呢黄到这个叶脉这所在的停咧。那么新叶的这所在有一点啊，正常，无虾米款的一个这个问题，樟头倒是啊，樟头倒是要个还好吼、哦。所以啊，目前咱那个看起来吼、哦，这个会当小家己判断吼、哦，这可能你爱小注意者吼、哦，这。真有可能吼，真有可能是含这个陆菌病吼、哦、有较大一个这个关系啦吼、哦，所以啊、目前个人的这个判断吼、哦，这个还是倾向吼、哦，倾向呢啊，伫这个落菌的这个部分呢啊，可能伫你是不是即边讲咱饮水吼、哦，这两天啊，这是较无差吼，进前啦较湿的时阵啊、这个水吼、哦、是不是就是。最近水较缺吼，所以饮水伤侪这個问题较少，但是早晚这個露水嘛有可能呢，啊也较容易产生到这个陆菌病吼，所以这目前看起来，我个人的判断是安尼啦吼。那么有诶会去看到讲啊，真侪人吼会甲伊问讲像鸡啊吼，鸡啊有这种啊，这个退氯黄化病毒啦吼，这物件吼，这个。退氯黄化病毒吼、哦，伊通常是啊，真生即个吼、哦，真啊，真生即种介生像迄、那个欠B迄种感觉吼、哦，有一点，它叶脉是绿的，啊伊就是怎安尼晕开，吼、哦，即就是安尼看起来呢，啊，足像的吼，足像迄种
做成迄个缺镁迄种的一个竞争安尼吼啊，但是甚至呢，通常这个叶啊拢会小夸，若是有这种退氯黄啊病毒的时阵啦吼，这叶啊通常会有一点啊各样吼，袂讲啊，袂讲拢是叶吼，这个啊真细只呢啦吼，咱看到的多数拢是安尼，所以你也是看到啊，有这种鬼啊，这退氯黄啊病毒吼，通常这个叶啊呢还是会有一点点。啊，这个畸形安尼吼，这多数是有这款啊，这情形的嘞吼。那么目前吼，就讲以你这个客人来看起来，就是因为退氯黄化吼，伊通常是规个怎黄去，就像迄个缺镁安尼吼，像咧欠镁迄种的这情形。啊，你这是这个陆菌病吼，应该还不是吼，暂时这个判断的较无像退氯黄化病毒吼，所以。啊，你落困的这部分的爱小来个这注意着吼，这是不是？那么伫陆菌病来讲吼，咱当然用的这个药啊呢，大概很多啦吼，软菌缸，但是呢啊，伊的效果呢，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啦吼，这通常啊，咱伫这种啊这个防治用药内底吼，这可能你爱小知影者吼，那么尽量会当去甲，一定要轮替啦吼，这。讲真侪病健讲嘛，拢讲遐，他有啥物其他的话通去讲吼。反正呢，这个药啊，就是你转落了吼，啊看又动起来，啊有当时啊转落伊会臭大滴吼。就讲你原体干那黄，你即马转药啊了，伊迄一只只会转变臭大。啊，为啥物有这种的这個情形？原因是因为呢，你那是甲伊转过了吼，你甲转过了呢。啊，伊通常都有即款诶，即个情形吼，就讲伊个病斑呢，啊，迄个细胞吼，伊就怎啊缩去吼，尤其你若有动作啊，伊就更加明显，啊，伊就缩大去啊，所以迄只药当时啊，转来本来袂臭大，啊，转者怎臭大去，足侪人讲啊，迄转者即个药伤，啊，是即个伤感药伤，毋是，是即伤是你即转即个啊，即个陆菌病诶，即个药啊啦吼，转落困诶，即个药啊，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呢，可能就是有这款的一个情形的产生哈啊，所以你可能伫这用药啊，这陆菌病的这药啊，达美芬、雅托敏哈，这个咩达乐哈、普拉克哈，这种呢啊，这个东西还可以哈，还可以的一个，甚至有人会用这个混合性的用药佛比巴克，那么这个百克明啊，这种哈，这个。都是可以的哈，你小轮一下哈，埃及籍就是百克明、亚托明、克索辛、三佛明哈，啊，这类的一个药啊呢，介好用啊，但是呢，啊，伊的这个交叉抗性足强的哈，比如讲你那是啊，转百克明哈，啊，转过来呢，百克明啊转无效，你转亚托明哈，转克索辛、转三佛明，没有效的机会足小，就会变得有一种抗性啊，所以有足侪人讲。啊，伊这百克明转，即马转两遍了，啊，其他的一个药啊，就讲啊，迄若无百克明就转无效，迄产生一个误区吼，实际上唔是安尼，就是讲啊，你根本唔免过多的一个药呢，啊，去来甲伊做一个处理吼、啊。简单来讲吼、啊，简单来讲就是讲。啊，真简单哦，你一定就是爱啊轮流用药哈、哦，只有这个方法没有其他啊、哦，只有这个方法没有其他啊、哦，小轮一下啊，所以有当时啊，姑姑啊用一挂这草头药啊，吼、哦，达美芬还是讲这个新蒙美达乐啊，小挂个结一下，这其实效果也是很好哈、哦，啊，不一定的确的，大概呢见面特别达美克敏哇这特别啊，对啊，即嘛这个因为百克敏这个药啊，吼、哦，可能。真紧吼，真紧呢！啊，这个 B2 的这个药啊，就出来吼，因为这专利的这个期间过去啊，哈。那么介绍可能的，你就会很明显看它呢，会专利期过以后呢，价钱就会往下降哦。啊，你这对农民来讲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哈。就是讲，真侪比如讲亚托敏较早咱咧用足贵的时阵，感觉足好用的。因为市面上足少的，啊，足贵的，你袂大概拢甲用。即马几个人，即马咱拢去看到亚托敏的这个缺点，拢袂去看到伊的好个。感觉吼，这亚托敏真歹用，足够药伤的，因为较俗，装较重，也是安怎吼？这等等的这原因啊，所以呢，这物件就容易呢
啊，这个效果的变不好哈、哦，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哈。真侪人讲哇，真好，今嘛百克敏变俗啊，成本降低，然后你就发现讲，成本降低，大家加抓挂啊，过不偌久，这支药啊呢，就得滴啊，产生这个抗药性哈、哦，所以。还是要管制用药吼，咱这药啊，你爱小轮一下吼，就伫遮当甲咱听众朋友吼，小做一下这提醒吼。嗯哼，好，来63386016338601，我关心的朋友，请你加空五。再来看一下吼，听友福星幼园，福星幼园呢，伊请教老师的问题是有关伊的伊娃吼，伊正伫咱台南磨刀吼。伊讲花苞呢，看起来今年是有较少，拢是新红较济，已经喷过吼，即、这个药味素啊。即几冬伊个观察落来呢，伊发现讲有一冬呢花果开了正常吉祥，啊，过来有一冬呢，果是无什么花，所以即种吼、哦、有即种现象，因此伊想要请教老师，是毋是讲伫个肥料的部分甲修剪采喂时阵爱？安怎做调整？即袂讲吼，即大细年吼，算讲大细冬吼，嗯，好像差很多这样子。啊，伊讲伊个树龄呢，即摆是十冬至十五冬，少的即程度呢是指吼规丛的花苞呢，哦，算会出来。啊，目前呢八九成的树啊吼，拢是安尼花苞算会出来。有这款呢，一个这原因啦、啊、吼，就是讲，咱简单讲就是讲，像这个水果的一个这种大细冬吼，有这款呢，这问题这发生呢，这最主要吼，最主要就是咱啊，在的学术上讲叫做这个隔年结果啦吼，就是讲啊，为什么也这个叫做隔年结果哈？因为呢，今年那是。啊，产量较侪，伊是毋是负担较重吼、哦？啊，但是咱予伊个一个即、這个肥料，也是讲伫许咧管理个时阵，敢有予伊较侪，无一定有较侪，所以有当时会去甲伊一个控制了相当个一个相当个一个即、這个给他管得非常的好、哦，非常的即、這个即、這个严格啦吼、哦，所以通常的。较容易呢，有即款呢，一个问题的，较容易的一个大细冬的一个情形吼、哦。咱文旦吼、哦，文旦有当时啊，就是讲你伫即、這个伊初的每一年吼、哦，每一年因为差不多八月九月吼、哦，咱大概在北路嘛吼、哦，北路大概就是讲，你差不多九月迄个时阵呢。九月上旬，这家家你得当八月下旬，你得到九月上旬，你得当来改这个采收。啊、因为真侪拢为着要予伊这个好食吼、哦，所以呢，后面吼、哦、就一直去加速伊的这个叶片的这个老化。尤其今年呐生较侪，真侪会惊伊惊袂掉，啊，就伊甲抄抄抄啊抄一个，伊就较容易有这种。一个咱咧讲诶，讲隔年结果吼，即种大细冬诶一个情形伫咧，所以就是讲伫即个栽培上吼，着爱小来甲伊即个注意着吼，小来甲伊即个注意者。那么一般吼，一般伊伫秋收啦吼，就是讲入秋了吼，即个采收即个时阵呢，咱通常伫修剪诶时阵吼，就是讲你比如讲你今年若是生较少吼，你。还是有呢，树势较弱吼，咱长呢，伊可能你都要提早，还是讲有呢，你要修正吼，比如讲今年即几丛较强势吼，较强势你就较慢种嘞，啊，即几丛较弱，你提早种吼，提早种位吼，那么大概是一个上简单的一个这种即个处理的即个方式吼，啊，然后伊咧种的时阵袂使。一概就甲采甲稀咧咧，吼、哦，就是讲文旦通常，咱就是分年吼、哦，一寡较大位，若要采的时阵分两三年，啊，莫一概甲种伤济吼，伊、哦、会去影响到伊的一个成长吼、哦，所以呢，这多数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伫每一年若是为头十二月吼，等于十二月一直到即个隔年二月即只只吼。伊抽出来即个新红，还是讲许老花，即拢爱甲伊即个甲伊摕掉吼。一般拢是爱差不多三月吼，即
啊，二月以后开春以后开的红呢，啊，开当来改这个，尤其春红是上好的哈、哦。这春秋两稍哈、哦，春秋就是讲啊，这个虾尾这阵，你比如讲春红，啊，你结果的时阵哈、哦，这阵春红加这个秋红，秋红就是咱采收刷迄阵果肉哈。这是文旦比较重要的这个结果话哈、哦，这也去影响到伊过冬的这个产量，所以你伫这修正呢。啊，尤其爱小注意一下吼，即尽量，咱咧控制爱控制啥物，控制下梢吼、哦，比如讲秋红、春红有抽红起来吼、哦，啊来开花老咧，啊若热人抽会红咧，啊爱尽量爱控制热人的抽红，因为热人即个初梢伊通常对伊的即个营养各方面，包括啊伊的即个对果实的即个品质咧，伊有较大的一个即个影响吼、哦，所以即、这个。啊，这得手是这款的，这情形啦、啊、吼，所以那么另外就是讲，这个啊，咱伫管理上吼、哦，一定爱稍来改，这个注意者吼，稍注意者哈、哦。那么反正伫这个修正的这中间啦、啊、吼、哦，那么你一般来讲吼、哦，就是爱啊注意吼、哦，这尽量吼、哦，尽量呢啊，一定爱控制这个伫四月吼。哦四月以后的一个啊，这种红啊吼，这尽量你也该控制一下。然后啊，最主要是安尼吼，就是讲诶，那是有这款的这款的概念，你得较袂这个隔年结果。然后就是采收刷吼，采收刷愈热长的这种吼，这通常你爱较紧吼，可以啊，随。采收刷你爱予伊提早落肥，啊，因为伊采收刷到你修正够一个时间吼，啊，那是愈老愈日长的这种吼，伊即马你修正的期间得爱提早吼，予伊咧啊有适当的一个许咧，安尼较来个伊做好势吼，啊，即因为每一年有一个即个变化吼、啊，所以啊一冬一定爱去检讨一下吼，检讨一下今年的一个即个情形。那么结果量多，吼落肥的这个量得爱多；结果量少，落肥的这个量得爱少，吼。然后啊，这个文旦吼，在咱春天的时阵，这段时间吼，啊，尤其要布防进前的树体，吼，这要布防进前，伊这最重要，就是讲一定爱啊有充足的这水分，吼，这个水一定爱给起来，哦，这个水你一定爱。啊，你一定爱甲做起来哦，这是一个上重要，充分爱有迄个水分爱有够，啊，有树体有法度伊开花，咱较济，即个抽风开花尽量伫同一个时间卖拖，哦，啊是讲你若拖伤慢，迄小啊吼，即通常啊品质都拢真歹吼，即大概是即款。那么即个春风出来，咱当然就是啊，一定爱甲伊注意即二能糖，注意气味、手表杀哦。袂使予伊乌干哦，这是咱春天即阵呢啊，这真重要的一个保护。然后即阵抽出来即个红呢，爱开始去疏客，这可能就是咱明年的一个啊，今年的一个即春红吼、哦，春梢哦，今年抽出来即个红呢，是明年要爱的一个啊，即、这个结果母子哦，即每一年就是拢爱予伊啊，即、这个甲留起来，你袂当一个就甲伊渐渐掉吼，即、哦、一定爱甲伊处理要好势啊。所以春红那是有真经济吼。哦那么伊尽量这个部分呢，伊个啊长势呢，就会比较较好吼。啊，但是有时啊，这种吼春红咧啊，伊会受到开花结果吼，这种拢会受到旧年咱量也多，还是讲咱啊旧年这个产量多，果实采收以后是不是保护这个营养的一个累积是不是够？这会影响到第二冬的一个这个春红要出来一个这势，所以你若是较热长，还是讲你产量若悬呢啊，一定爱伫这个。啊！伫采收刷爱较紧吼，互伊保好势，因为一年内底春红出来，就决定即个明年、今年的即个春红吼、哦，是决定今年的一个啊，即明年的即个结果啊，加上今年的一个即、這个啊，花可能就会较少吼、哦，所以有可能是安尼。所以即、這个中间就是讲春红，包括开花结果啊，甚至根的生长拢差不多集中的即个时阵，所以你溶磷菌啊，或是包括即个水分哦，即有当时啊。啊，水分呢，这充足啊，这点呢，这是相当的一个这个重要哈、哦。你会知影啊，咱尽量伫这个后面吼，卖、哦、过多去改抓什么磷酸一钾、这个高磷钾吼，这种物件啊，予伊这个叶啊提早这个落叶啊，这种呢就要很小心哈、哦。啊，因为一片叶啊呢，大概它平常吼、哦。
就是讲上起码啊，伊要有30个月吼，即最长的寿命30个月。啊，咱若无到30个月，咱上无嘛，还有一个即时间吼。所以一年内底重要就是即春红，即中间一直到啊，即个二月吼，下旬一直到四月吼，四月即只只呢，甲上旬是四月下旬即只只，啊，一定爱甲即个红来保护好势吼。啊，然后来热人这个时阵，过来就过清明啊嘛，吼，清明过了四月五月迄阵开始雨水多，就卖去伊抽风啊，吼，迄阵通常咱会当控制这个利用钾肥，吼，加肥涂骹薄薄啊，就是说咱这个咖喱，吼，一份咧卖超过6公斤，啊，然后改布一束啦，布一束啦，啊，伊这个下梢的呗。伊就袂成长，袂去影响到果实的这品质。尤其遮个生愈少的遮个吼，这爱叫较小心哦。这生愈少的遮个呢，啊，你一定袂使，因为营养无一个所在去嘛吼，所以啊，你若总讲佮予伊这个下梢佮伊会抽足济，啊抽足济，你每年就会足乱的吼。所以一年一年呢，啊，咱咧做的这个工课吼。啊，拢要照这个节奏，安尼起来伊就较袂即个大细冬。啊，但是你讲完全无大细冬是无可能的，有当时啊天气的一个即个变化，那么有当时啊伊就会了啊较侪就快，有当时啊就会较无即种的一个啊，即、這个吼、这个都会吼，即、所以咱尽量就是讲大冬啊，卖互伊啊，卖互伊有一个即、呢啊，大冬咱啊卖。差伤济啊，小年咱卖伤细，卖伤细啊，拢啊中中啊中中啊中中安尼啊，这应该是真好势安尼啦吼。那么这部分来讲呢，可能就一个啊比较有一点点哈啊，这技巧上啊需要注意者吼，这一般通常是这个道理哈。那么伫修正吼，这咱一般就是讲啊需要注意者吼，但是今年可能咱来。啊，更加重要就是这个水分，然后想办法一定爱饮水，吼、哦，这涂骹伤过头干，因为这整个冬天到现在，吼、哦，伤过头干，所以啊，你可能伫这个开花是不是会受到菌啊，并讲伊许呢较少，吼、哦，那么这个呢大概呢会比较有一点点，吼、哦，靠这款呢一个啊，爱小心注意者，吼、哦，这大概是咱伫这方面呢啊，要有好朋友，小知影到的一个这个。啊，这个、重点哈、哦，所以呢，这底下和你啊，小做一些参考哈。这个、管理上呢，啊，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哈。那么另外，你讲的迄、那个，我是较无注意到哈、哦。来，按伫相关的这内容内底，就是讲这个回包哈、哦，又喷过哈、哦，喷过这个玉米树哈、哦。那么看卖者哈，这个啊。一年你慢慢去调整吼，一年开花正常，一年就较无花，一年应该是一年花足侪，一年花较少吼，这种叫做隔年结果吼。所以啊，你上重要就是这个新梢吼，这个时阵呢啊，给伊控制好势，然后伫这热人的时阵吼，一定爱注意下梢的这个尽量这个黑啊红，让伊生较少淡薄啊吼。那么伫特别采收这个许呢，这个秋梢这个呢。啊，这个爱少控制吼、哦，这个、啊，卖予伊过多的这个产生吼、哦，这个、每一年吼、哦，咱咧结果的时阵上介重要吼、哦，上介重要就是安尼吼。那么一旦予伊尽量伫咱的一个啊，这个春红吼、哦、春梢吼、哦，尽量予多啊，夏梢、秋梢尽量少，因为尤其这秋梢真麻烦。啊，伫拄要采收啊，过后你若是采收刷伊变红，即无啥要紧，较慢一点嘛，咱较来改即个修正，甲十月底、11月底、12月，即只只就当尾时啊，迄阵咱来再修正，啊，即都无要紧，吼、哦。啊，你若是采收前，你着先啊，伊着咧变红，对咱来讲着较唔好，伊着较容易有一个。啊，即、这个大细当的即个经营安尼吼，所以即大概是即个部分呢，会当我咱好朋友吼，少、哦、做即个参考吼，即、哦、基本上是即款的即个道理吼、哦。那么一点点啊，即个有咧经验吼，那、上个重要吼、哦，咱伫采收进程吼，采收进程就是爱控啊，控制袂使好伊，因为迄阵你若控，你若即个抽风就容易。啊，就容易的打米吼啊！虽然对啊，因为咱真侪吼，真侪人因为并讲今年生真侪，啊伊肥吼，即、这个控制了无好势，然后
伊也无注意到即款的这情形，所以真济都去甲伊啊，去甲伊即个药吼、哦，算页面上吼、哦，佮加上即种啊，磷酸一钾这物件佮用真大吼、哦，所以就较容易有即、這个啊，即、這个问题的造成咱所谓即种隔年结果吼、啊，啊，即、這个原因会去造成即种啊，即种隔年结果吼、哦，即真济就是原因吼、哦，原因就是因为呢。啊，咱伫即种诶一个即个养分分布诶一个即个不均匀啦吼，简单来讲是安尼吼，所以啊，伫咱咧做管理吼，咱种水果吼，因为柑橘类本来就有一种特性吼，你若是放任伫即个自然内底，有当时啊，就较容易有一个即个大细冬即款即项天气有一寡即个关系啊，但是咱咧管理就是尽量就是大冬卖伤大，小冬卖伤小。这些物件就是安尼吼，那么大冬伊养分呐消耗伤过头侪，过冬都有可能呢啊，伊就会一个即个产量的一个减少，所以那是今年生作侪可能啊，小注意一下吼，即营养吼，即加强啊，然后有一寡啊较歹的吼，提早甲伊拍掉吼，卖互伊排了伤负担伤过头重，哦安尼起来伊就会当稳定第二冬的一个。即、这个产量吼，啊，即正常来讲，伊拢有即款的即特性吼，啊，这个呢大概拢是有即、这个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吼，即、可能是看无法度啦吼。那么即当我咱就好朋友吼，小做一参考哈。嗯，来时间上的这关系吼，哇，我们只剩下吼，不到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所以咱今日吼题目就先暂时回到这里。啊，咱收音机边的听众，告诉公你哪些个疑问，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代志呢？一样提醒你，我们明天吼空中见，拜拜。